板，操作笔记本哈，在迄个个学生诶哈，来做道德班这部分哈，啊以后因将一生然后一世哈，能够风起心哈，阿朱强因立公司哈，纯太极拳讲，好吗？好。太极拳爱太上台哈，安尼立公司才会放个动精彩太极拳，好吗？好。好，刘强是立公司。一。相关观察哦，汤姆是桂林耶，还是我们？汤姆是桂林耶。听不懂国语的，汤姆是桂林耶。哦，他说汤姆是了哈、哦，对，他的话是用桂林哈，他后学还是觉得讲国语比较流畅啊。后学感谢天恩师的老先人、前人大德，天恩师慈悲，让后学来这边学讲哈、哦，后学才疏学浅哈、哦，来这边。就是在成全后学，然后也给后学学习的机会哈。那后学今天来讲哈，身心清净的哈，我们吃素啊哈，不是单单只是啊吃素而已，素食而已哈。当然是说我们是身口意嘛哈，身口意都要清净的哈。好，那首先恭喜大家能够清口了哈。这个后学学长啊，他们有的啊回去啊，他们看到啊有亲口跟没亲口的，他们的阶级不一样啊。有亲口呢，外公没有洗很多，结果那个有亲口的啊，外公没有洗很多啊，那个没有亲口的外公洗很多，但是。做很多，但是他的阶级还是比那个没薪酬的还是低啊，所以说这个部分也大家的一个讯息就是说，这个薪酬啊，确实啊有薪酬的重要性。一方面，后学是讲说，你有薪酬下去，就不会再去结恶缘啊，再不会再去欠债啊，啊这个部分就不会漏掉了啊，这个部分。所以说也是很恭喜大家的哈。接下来哈，后学讲说啊，为什么要立清口愿啊？我们修道要吃素啊，这是理所应当的哈。我们修道先要清口啊，就是。好，我们修到清口，好，当然就是说，我们不要再欠债啊。你清口下去啊，就不会继续再欠债啊，跟众生结恶缘啊，就是断掉啊，但不要再去借钱啊，啊。我们以前没有求道，没有修道。啊，就不知道说，哎，我们原来吃肉会造恶业啊。我们吃以前可能吃动物的骨头堆积如山。请问大家没有吃过一块肉的请举手。我从来都没吃过一块肉。哦，你今年啊，哎，我给他掌声鼓励啊。好，恭喜他没有欠过，没有吃过肉身的代号。好，这个真的是很难得哈、哦。那大部分的人都吃过肉了哈、哦，那所以说很无知啊哈、哦，因为我们没有求道，没有修道，没有我们的点燃师讲师前跟我们成全讲给我们了解啊、哦，所以说我们吃了很多，背了很多的债。那我们现在知道了啊、哦，就不要再吃了哈。好、哦哦，我们
感谢天人师德，我们有求道修道啊，了解畜生跟人类是同根同源啊，我们跟畜生的灵性是一样的啦啊，自性平等。从今以后，亲口如素，啊，也不能吃众生的肉了哈，啊，不再造业啊，造罪，不与众生结恶缘。亲口如素是修行过程中非常重要的行为啊哈，啊。我们修道先修慈悲心，请问我们弥勒祖师的主要修持的法门是什么？慈悲，慈悲嘛哈。啊，那慈悲啊，就是不吃肉嘛，哈，啊，这个部分，啊，吃素啊，这个吃素啊是最佳的方式。亲口如素可以清净我们的身心，如果吃不清，身体也会不清，身体不清，我们心性就没办法啊清净哈，啊。那我们如果吃肉的话，灵性会混浊还是比较清净？混浊。那混浊的话，会飘上去还是掉下去啊？啊，当然是掉下去嘛哈，啊。所以说我们吃的越轻啊，我们心性就会比较清净，清净就一直飘飘上天堂，重的话就拉到地狱了哈，啊。好，接下来后学讲后学的求道素质一点，后学是。后学求道在逢甲大学哦，76年的时候呢，76年的时候，被同学甚至说，被我们的隐师啊，蔡兄上高哦，带去求道。当时后学为什么跟他结缘？就是说后学不进逢甲大学，读大一的时候啊，就是。常常跑去财税洗位，是现代后学的朋友了，啊，常常找去他串门子啊，去寝室串门子。刚好那个寝室里面有一位啊，就是一贯道的道亲，后学常常找他，他就跟他聊，哎，挺不错，然后就带后学啊去求道。求完道之后，等到一直后学就进同军团，一直在玩啊，玩啊晃啊晃啊，然后到76年求道，79年。79年，那时候或许本来是有想打算要考研究所的，但是说读一读好像根性太差了，哦，好难读哈，哦，然后就碰到这个我们这个隐师啊蔡兄他上班哈，他就说，哎，你暑假有没有空啊？我说有啊有啊，或许没有考研究所了，他空的很哈，就带或许去那个啊参加法会，学界3天的法会，参加法会之后。哦，后学经过法会之后才了解，哇，真的，后学的菩提之心就打开了哈。后学开始，79年之后就搬进了就逢甲，啊，逢甲就住进了佛寺团。那当然有住过佛寺团的结界的人，像两慈啊、五讲慈啊，那佛寺团都是一样的，里面有佛堂，啊，里面都在办道啊，整个道路都在里面进行啊。那这个是逢甲我们校庆的时候啊，校庆的时候我们也有办这个都是素食的那个研究会啊，哈，啊，这个都是素食的哈，啊，这个是我们的光明火师团的哈，啊，这个是后学的哈，这个有乾坤啊，乾坤啊，这个是40几个在我们那个逢甲那边。啊，叫光明火师团，整个40几位采买那些都是要自己包的。啊，这个是后学，事实上后学80年那时候，进火师团就开始吃素了，只是，前人一直担心说我们可能会开斋过节，到底不是很灵，所以说就一直没有亲口。啊，那但是没有亲口，但是我们还是吃素了啊，就是我们。继续啊，我们当兵的时候了啊，或者是海军陆战队炮兵了啊，那就是这个是在我们的厨房里面啊，厨房里面这个我们一般当兵啊，一般当兵都是新兵要做了啊，但是素食有这种特
特别啊，都是老兵煮给我们吃啊。为什么老兵煮给我们吃？老兵很闲啊，然后他又吃素啊，他就可以先离开，就先去煮啊。那我们新兵还要帮忙打杂，也都没有办法去煮素食啊。所以说就也是很感谢啊，感谢说老兵啊，啊，我们素食比较特殊啊，那老兵都帮人煮给我们吃啊，也真的很感谢那些啊素食的伙伴兄弟啊。啊，这个是后学生组啊，这个后学曾经有碰到一次，就是那时候我们演习没有带，也没有煮饭菜啊，啊，有他们有提供那白饭嘛、啊，还有剩下的水果啊，啊，拔了那些就拔了当菜这样配着吃的、啊、哈、啊，就是有时候我们说吃一吃素食，哎，回忆起来也是蛮有趣的啦哈，啊，甚至说外面的学长打狮对抗的时候，就背着那个罐头，背着罐头去打狮对抗。有时候这种我们有时候你越坚持吃素，反正你现在想一想，你真的是我的人生真的是有了这种坚持啊，真的会过得比较精彩啊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开始进入我们这个课题啊，就是说我们。亲口嘛哈，当然就是说上一堂可能他比较注重生的亲啊，生的亲近。那这个部分或许啊会讲身心亲近。我们亲口不是单只是身体啊，身体跟心都要亲近哈。我们身心亲近的定义，亲口是身口意的亲近，即是身心亲近啊。身体我们吃的要干净，口啊不要造业，不要乱讲话。人家讲的话不真实，我们不要乱传啊！你乱传的话，就是这不是事实啊，这口就不清净了哈。另外，我们的意念一直飘，没有个归宿啊哈，就是不干净嘛，妄念很多嘛，妄念很多，当然要怎么清净啊？当然是说我们老师传的三宝功夫是很好用的了哈。好，这个部分啊，结心是解脱之本啊，净意是进去之机啊。好，请问大家哈，吃素会不会成佛？请问吃素会不会成佛？好。如果吃素可以成佛的话，我们的牛啊、马、羊啊，它也是吃素嘛，对不对？它们可不可以成佛？啊，不行嘛，所以说，吃素不一定会成佛哈、啊。那我们不吃素会不会成佛？好，以前，释迦牟尼佛神通第一的弟子是谁？目犍连，好、啊，他神通第一，他最后面怎么死的？被乱石砸死的，为什么被乱石砸死？他的业，他欠的债，就是说，如果我们一直吃肉，你是不是一直欠债下去？能不能成佛？不行啊。那目犍连为什么？好，那我们目犍连为什么他要去了那桩业？目犍连尊者，啊。如果他没有了，他能不能成佛？啊，所以说他就坦然的去了，因为他有了神通，他可以看到他怎么死的，但是他还是要去负那场死啊。所以说这个是业，我们如果还一直在吃肉，一直造业，没办法成佛啊。所以说这个部分啊，我们在专业再去做确定一下哈。好，好，为什么要身心清净啊？就是说。我们佛陀是不是曾经发生十毒孤儿生病啊？佛陀那时候他已经悟道了，哎呦，他心境已经很厉害了，但是吃了毒孤还会怎么样？他已经悟道了，但是吃毒孤还是生病啊？他还在因果当中，身体还在因果当中啊。那我们吃那个不好的东西，吃毒的东西，当然会影响我们的身体啊。
佛陀都会影响，那何况是我们会不会影响？当然也会影响啊。所以说，我们身心都要清净。那我们修行，仙佛是修到如如不动嘛，啊，超脱五行阴阳，这是我们的目标嘛。请问大家，有没有人已经修到如如不动的？有没有人修到如如不动，不会受这个五行阴阳的影响啊？没有，不会受五行阴阳的影响啊。这个是跟就是我们的仙佛了啊。但是我们的目标就是要超脱生死嘛啊。那身心清净啊，对我们啊是很好的啊。就我们家洗手洗澡啊，防止这个是病毒入侵，防止生病，肉体生病会影响心理，影响修道啊。今天如果再下雪，会来得及运动。今天下雪会来得及运动。好，我们给他掌声鼓励鼓励。好，那今天重感冒的未来的有请举手，重感冒。好，所以说有常常听到一些老菩萨讲，哎呦，我这里有哪里痛，那里又哪里痛，哦，我又感冒，又中风，哦，又去哪里啊，哦？然后说啊，那生病的能不能来佛堂？啊，生病的人就推脱说啊，我生病我就不想来佛堂。不想来佛堂会不会影响到修道？会的哈。那我的身体很不舒服，我会不会影响到我的心理不愉快的哈？所以说，我们身心清净啊，对我们这个啊肉体健康有影响。那肉体健康又影响到我们的心理这个部分哈。所以说，我们要修道比较顺利啊，但是希望我们不要生病啊，不要生病，那就尽量说我们的身心能够清净。那我们身心清净的话啊，会比较好修道啊。啊，接下来说。那我们身体的健康最主要部分啊，就是病从口入的啊。刚刚香港师有讲说有关身的清净啊，那同学也是稍微再提一下啊。那我们吃肉啊，这个肉跟拉萨跟欠债跟众生情而言啊，这个吃饭忌要常擦脸啊。好，我看这张图片。好，这张他跟他下跪啊，他跟他下跪，一个就是他救了他，另外就是他不吃他的肉啊。那我们不吃他们的肉，动物会不会跟我们下跪啊？应该会啊，因为我们救了他的命啊。这个你救了动物的命啊，他就跟他下跪。那我们会超生了死，我们能够超生了死，是不是我们名师济公老师、莲师、李一宝师大家众人来救我们超生了死？所以说我们在，所以说我们在佛堂里面，甚至我们叩首的时候，那个就是感恩。这个他也是在感恩这位救他的命，那我们也是要感恩。好，我们也要感恩说我们的名师，感恩我们的前人远安师、银宝师，那我们超生了死，动物都能够这样啊，那何况是我们这样？那。以前后学没有求道，也不知道茫茫的流浪生死啊，真的是很痛苦，流浪生死。那后来求道修道之后，才知道说我们超生了死这条路啊。所以说，动物能够这个只是救他命而已哦。那我们在哪里？求道修道是救我们的灵性啊，不再超生了死，就是说。
个看到这一幕啊，我们在反观说啊，我们吃素，事实上也是救他们的命啊，动物应该也是为我们下跪的啊，因为我们不吃他们肉啊。好，那当然是说我们身心清净，吃啊，这个抽烟。有些候选人还是有些抽烟，好，那候选人也是要提一下，说这个是没有抽烟的，是有抽烟的哈，得到肺癌哈，这个当然是说后你身体不健康会影响到修道哈。那老先生讲说，你这个烟都没有办法戒除，就是你真人没有办法在位，啊，被你这个肉体的一些欲望所牵引的走。所以说我们能够亲口最好你把烟叫戒了，戒了比较对我们身体比较好，当然不容易得肺癌这狗疾病难。好，接下来就吃槟榔，当然我想应该大家对槟榔这个应该比较少了，这个是得那个口腔癌啊，这个是这一位，他也是得口腔癌，然后开刀把这个都切掉了啊。这个常常出来劝化人家哈，说他吃槟榔得口腔癌啊，所以说他的没有微笑，医师的微笑啊，就表示说他这个是有后遗症，吃了槟榔的后遗症啊，劝大家不要啊，不要吃槟榔哈。好，接下来这个为什么要戒酒啊？喝酒或神志不清啊，杀到一万九，样样都来。等到神志苏醒，一切都已成定局啊。像这个喝到酒醉，给人家画个王八的，这个都是酒醉神志不清啊。人家跟他动什么手脚，他都不知道啊。甚至说这个，你看喝酒醉啊，这个为什么戒酒？这个喝酒之后神志啊，让我们神志不清。以前有位大修行人，他也是因为喝酒之后就开始乱性，所以说一个大修行人他喝酒都乱性，何况是说我们一般的修行人。所以说我们尽量不要喝酒，戒酒啊。好，刚刚萧讲师有介绍五心啊，我们修行人吃了五荤，啊，这个五荤就是五心啊，会伤到我们五脏啊。这个葱会伤我们的肾，这个蒜会伤我们的心，朽会伤我们的肝，徐伤我们的肺，酒伤我们的脾。修行人要修得五气朝元，必须修持啊戒教这个五荤啊。刚刚也有提到的说，我们如果吃这个五荤啊，容易常常发脾气，啊，会增加荷尔蒙，引起我们那些性欲啊，一些哈，就会困扰我们哈。所以说，我们就尽量不要吃这个啊，没必要这些干扰。就像我们修行来到佛堂，你整个都是清清净净，比较好修行啊。好，接下来，因为刚刚或许可能学生没有种菜，可能对这个不是很了解啊，或许就把这个再确认啊，分享图片给大家说，或许对这个菜不是很清楚啊，这个是葱嘛哈，大家有种菜的应该了解啊，葱的哈会伤我们的肾啊，葱，接下来是蒜啊，这个蒜这个比较明显，这个蒜啊，我们看到这个。就是不要去吃它了哈，我们蒜就伤我们的心哈，心脏这个部分。酒啊，这韭菜啊，这韭菜伤我们这个肝哈。这渠啊，伤我们的肺啊，它是长这样。好呀，要看图片出它。看到我们了解哈，哎，我们渠也蛮很渠，那渠是什么东西就不知道了哈。啊，这个渠
杀我们的肺啊，所以说我们也不去吃它了哈、啊。这韭啊，韭菜伤这个皮啊，这个韭菜这个伤这个皮啊，我们皮上哈、啊。好，我们身心清净。我们刚刚身的清净说过，现在我们接进入说心的清净哈。以前曾经发生一件哈，他们医学界有出来啊一件 case 啊，就是说发现奇怪，怎么婴儿喝奶会喝到中毒啊？后来他们去查，开始一件一件的查，奇怪，为什么小孩子喝奶会中毒啊？于是他就找来那夫妻说：“哎，奇怪，你是怎么喂奶的啊？你在喂奶的时候又发生了什么事情？在喂奶前又发生了什么事情啊？”他们一样去查，后来发现这夫妻啊，夫妻吵架的时候，吵完架然后就喂奶啊，原来是夫妻吵完架就喂奶，喂奶之后就中毒啊。那现在大家有没有发现中毒的原因？哦，原来吵架就生气嘛，生气就产生毒素啊，毒素就啊身体妈妈的身体流进啊，借着奶水给小孩子喝了之后就中毒啊啊，所以说我们生气的时候会产生毒素啊。那我们动物给人杀的时候紧张，给人杀的时候也会产生毒素啊。所以说我们动物啊，为什么不要吃？它被杀的时候是不是很痛苦？很痛苦的时候，它就分泌很多毒素在我们的身体里面，在动物的身体里面啊。我们吃它的话就吃到毒素了啊。所以说，我们喝奶中毒，提醒大家说，大家不要生气，你生气也在中毒啊，那个毒是慢性的，很少很少。所以说我们修行里面心也要清净，你一生气也会中毒，慢性中毒啊，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啊。接下来讲到水结晶啊，这个之前啊好几位讲师应该都有提到水结晶啊。或许也想说提到水结晶，那当然是说或许也是把这个水结晶当然是要透过荧幕让大家了解啊，就是透过这个投影啊，让大家了解啊，这个生命的答案谁知道啊？这个就是这位博士的哈、啊，这位博士他用显微镜啊，看出来这个、啊、水的结晶的、啊、哈，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？这个是这个什么形状？啊，是不是有点像水的？这个是不是有点像水？啊，我们以前中国文化伟大就是在这个地方，它没有显微镜，它也能够照出这个水的样子啊。所以说，或许也真的是中国文化厉害的地方。你看，我们没有显微镜，就是水质就是这样照出来的啊。这个是我们，我们中国的国，中国的国子啊，像我们真的很厉害，让人很佩服的啊。好，接下来这个水结晶里面的善念啊，啊，像这个好美啊，要变漂亮，这是都很好的心念善念啊，它都呈现很漂亮的水结晶啊，像这个爱感谢啊，都很漂亮，这个和平啊，啊，这个做得真好啊，然后这个佛啊，南无阿弥陀佛啊，你看水结晶都很漂亮，这南无妙法莲华经啊，这个都是。水接收到这个啊，这个讯息啊，它就呈现很美的啊，这个是善念啊，啊，这个是善念啊。接下来啊，水结晶里面反映说恶念啊，这个不行啊，烦死的，杀死你啊，这个还有这个是也水晶那个离别曲啊，噪音啊，离别曲啊，就会变得很脏啊。你看这个，我这个不行啊，这些离别曲的哈、哦，
所呈现它水结晶所呈现的都是不好的。所以说我们如果我们的念头是恶念哈，整个水结晶会呈现这个部分，当然水也包含我们的心啊，我们的心也是包含在这边，也呈现的跟这个水是一样的啊。好，另外这个水结晶它里面的对比啊，像这个天啊，这个恶魔，它所显示的这个都不一样啊，像这个是混蛋啊。这个混蛋，你看都不好啊！这个谢谢，你看多美的一些水结晶啊！像这个就很浊啊，这个喜欢跟这个讨厌啊，就是善恶对比啊。如果我们有善的心念，可能我们的水结晶会呈现好的，当然我们的心也会好啊。如果是恶念的话啊，恶念所呈现的是很浊的。当然，我们心也是为了佛的哈。好，他们有做过一个研究了哈。这个本来是很脏的水哈，后来经过500个人给他祝福之后，他已经净化成这个。我们发善念，很多人发善念，它水结晶就会净化。啊，所以说念佛念三宝心法，啊，我们三宝修持就是在净化我们的心灵。从这个水结晶里面这个世界，我们看到从实际上我们三宝心法就在净化了，啊，就是从这个水结晶里面映射我们三宝心法，啊，有这种框架，啊，像这个混浊的，啊，这个混浊的时候，它经过大家一个。念佛念经之后，它净化之后呈现一张那么漂亮的水，这个也是告诉我们就是念佛念经，那个部分可以净化水啊，可以净化水，当然也可以净化我们的心灵啊。这个不论像这个，它是听闻净空法师念佛啊，所以听到这个念佛的时候，哇，它就呈现很漂亮的水结晶啊。这个水它是放在念佛法位，念佛的时候，像我们中念普渡啊，是不是念经啊？那水就放在那边，它就所呈现都是很漂亮的。所以说这个念佛号啦，念经啊，念佛号念经对我们很有用啊。当然，我们为什么会念啊？念五字真言，念弥勒救苦真经，因为我们是老师的弟子，惯道的弟子。我们跟老祖师跟净空老师结了缘，所以说我们念五字真言，念弥勒救苦真经是最有用的，因为我们结了缘，最适合的啊。啊，一切万法就是这个心识的变现啊。既然一切万法是心识变现，水它也是万法的一部分啊。水当然也有见闻觉知，所以写字说话方便给他，他会懂得，会随着外面的境界有色声香味的反应啊。这个部分啊，水它会因为它的说话啊，它会有觉知啊。那我们心也会啊，我们的心也会，我们心跟水是一样的啊，所以说一切万法是心现的事变。这个水结晶的实验，就是水分啊，占人体重量的有68跟70%啊，我们人体有68、70%的水啊。地球表面有70%被海洋所覆盖啊，水是我们生活中非常重要的物质的啊。我们身体里面很多水，如果善念，我们有善念，会不会影响到这些水？会不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？会不会影响到我们的心？都会啊。那不仅影响，我们地球那么多水啊，我
他的善念会不会影响到这些水？都会好。所以说，我们的念头也要清净啊，因为我们的念头会影响到我们自己，也会影响到这个世界啊。水结晶的研究开始于在1994年日本这个研究所江本胜博士啊，这个江本胜博士他发现水可以接受分别来自于声音、文字、图像、意念的讯息，而所有的物质特性也会影响水的特性，水的波动可以解释所有的物质特性啊，这个。啊，联合国他就成立专案啊，你正在推广这个水结晶啊。当然，这个部分水结晶，我们本身身体有很多水啊。如果说你天天都是很苦恼啊，那我们身体会不会水啊？你会不会受伤？你会很肿，对不对？所以说，我们要注意到我们的心念，我们生气不好的心念，我们整个身。整个吸都会不好，所以说这水结晶也是给分享给大家说，有时候修行不要有不好不光明的念头啊，要常常很光明的念头。好，接下来就是说，那如何让我们这个身心清净啊？我们都了解，我们身心。清净对修行啊会有影响啊。那一素食哈，我们平常啊吃东西都要看清楚啊。啊，我们严格把关，就是说我们吃的东西要严格把关。好，请问，人家给你一份素食的东西，你就拿来吃，好不好？那该怎么办？看清楚。哦，看清楚了哈。那你买东西要看什么东西？看成分啊。对，确认成分。一般糖果饼干里面它都有成分的哈。如果这个成分啊不是素的，那就不能吃的哈。啊，我们严格把关，你不能说人家拿给我吃。吃的时候，最是别人要扛，是没有的啊，没有这回事啊。好，那个我们曾经发生一个人，他很规矩哦，走人行道哦，很规矩的走路，就最后面给人家撞到了。请问，犯罪是谁在犯罪？啊，那个撞人的人在犯罪嘛，对不对？但是给人撞的身体有没有受伤？有，那我们没有分，我们不确认这个东西是不是素的，结果吃进身体里面会不会有影响？啊，不能说哎呦我吃进去了，反正人家跟我讲，人家照罪他要扛啊，但是你身体也会受伤啊，你身体受伤，那为什么与其这样，那为什么我不确认之后我再来吃进去？啊，人家讲的是不是一定真的？有没有确定？这个部分啊，我们要确认成分啊，不能说人家讲什么啊，那老祖师叫你说现在可以吃肉，那你就吃吗？很多事情我们认真，你要真理去修啊，很多东西要先要决心要去辨别啊。另外第二点，出外告知素食，我们出去吃素食应该注意什么事项？我们出去吃素食应该注意哪些事项？这个我们注意什么？去大陆，那你要怎么办？我是本团去大陆，那我该注意到什么？素食要注意到什么状况？对，是不是跟他们讲说，我们吃素没有吃葱啊，没有吃蒜啊，而且锅子要洗干净啊，是不是？人家那个炒过肉的，反正煮素的给你吃。可以吗？这些都是素食要注意事项。你要跟他讲，我们吃素哦，锅子那些都
要注意一下，然后葱蒜那个我们没有在吃哦。你就先跟他们讲清楚，说明白。啊，这个部分对，出去好，我们出去这个部分就是说，我们严格把关，你该跟小姐讲的啊，更是那个都要严格的跟他们讲啊，这样保障我们自己哈、啊，不要说像常常在大陆团团团吃到葱啊，他们认为葱好像它也不是肉啊，啊，可是事实上葱是属于什么东西？刚刚讲的五荤五腥嘛哈。啊哎，我们不吃它，是因为它会伤害我们，哎，伤害我们的那个器官，啊，让我们没办法回去草原啊。所以说，出外，哎，那素食这个部分你要讲清楚说明白啊。甚至说，以后我们办的三次办素食的，那你要跟你的，甚至你的亲人，甚至那些办三次的啊，跟你的后代那些要讲清楚啊。啊，你不能讲说，没有讲清楚，到时候你挑对了这个部分，那这个部分，啊，就是你自己本身该做的没有做好啊。啊，另外就是第三点，不确定不吃，啊，我不确定的，我就不要去吃，这样你会不会吃到不该吃的东西？啊，不确定的不吃，就好像说，我现在我不确定。这个剪刀会剪得开吗？我不确定啊，那我为什么要去造罪呢？啊，我不确定，我就不吃，我就不会造罪。那我不吃会不会饿死？不会啊，现在菜那么多，对不对？不吃这个几样会不会饿死？不会啊，啊，所以说我们尽量不了解的、不知道这个部分、存疑的，那我们就不要去吃它啊。多吃就多造罪嘛，对不对？啊，我。不吃就没事了哈。另外就是吃的清淡，塑化剂为什么会有塑化剂？啊，为什么有塑化剂？塑化剂最好吃啊，大家想要吃好口味啊，吃重口味哦，那么好吃哦哎、欸，吃了之后就中毒啊，人家就拼命弄一些不好的中毒的东西让大家吃啊。所以说我们吃的时候，啊，清淡豆腐啊，你越清淡。越清淡越原始啊，越有人工那个味道啊，越有自然的味道啊，原始自然的味道啊，它就是比较安全的啊。所以说，你要吃蔬菜也要吃当地的啊。所以说吃，我们尽量不要吃重口味。你重口味，很可能就会吃到一些啊。马铃薯那边的啊。嗯，如果说我们的尽量是好吃的清淡，应该大原则哈，大原则都不会有问题的哈。好，第五点，我们察觉有异音立即停止哈。我们有时候可以吃到感觉怪怪的，就不要再吃了哈。请问呢，我们吃那个毒药啊，吃一桶还是吃一点点？哪一个比较严重？啊，一桶。啊，吃到好像没有决心，天天吃的啊，啊，所以说我们吃到，哎，怪怪的。有时候我们就可能在前面的没有做得很好，哎，突然觉得怪怪的，好像吃的，那我们就尽量就别再吃了啊，立即停止，然后不去吃到肉，我们就不会犯傻。下次不要再犯。那你会吃到肉，就是你这前面的确认诊断、出外告知这个部分没有做得很好，好，那你必须要好好检讨，就是我们这前面的这个部分再加强，这个部分没有做好，这个部分没有做好才会吃到肉啊。这个部分还要检讨，再来改进啊，甚至去我们佛堂忏悔啊，啊，这个不要再犯啊。啊，这个部分，因为你这个吃到这个。肉的东西啊，会伤害我们这个灵性哈。另外啊，我们身心清净，当然说身体健康，槟榔啊、烟啊、酒啊，这个因为刚有介绍过哈，有一些不良的哈，所以说我们就不要吃这个部分，尽量能够把它戒掉哈。另外，这个
杀盗遗忘啊，这个杀盗遗忘就是伤害我们的本性啊，杀盗遗忘伤害我们的本性，所以说我们啊都不能做啊。偷盗邪淫啊，这个妄语啊，有些小是非啊，有一些啊，我们常常有时候看电视啊，看到电视里面讲的啊，大家不要乱传。甚至说有一些收音机里面讲的颠倒是非，没有证据的话，我们就不要乱讲。你乱讲的话就是妄啊，妄语啊。甚至说我们没有确定清楚的部分，不要乱传啊。这个就是身口意里面的啊口啊，这个部分我们要把它清干净啊。我们不确认这个是不是真的啊，那我们就不要传。甚至说，或许以前听过，那时候人家讲说，那时候他们在竞选，啊，说不要选国民党嘛，选国民党之后，我们整个台湾会沦陷。结果我们选的最后面选举过后，台湾也没沦陷啊。这个部分就是恐吓的话啊。这个有时候我们要有智慧去分辨，就是人家听到这些话啊，你也顺便在传，你就是妄语，打妄语啊。所以说我们要有智慧去听一些话啊，听了之后如果不确定的，就不要乱传，不要颠倒是非。人家就没有做这种事情，为什么你要去做啊？颠倒是非这样，当然道场有一些是是非非。当然有时候你听到一些啊，可能你应该啊回来啊。就是说我们听到一些是是非非，或许我们可以回来听一听我们点燃师的啊，点燃师的另外角度啊。因为你听到是是非非，那是当事人在讲，可是另外的那个部分你看没有看到，可能啊点燃师他们才知道啊。所以说我们有一些谣言啊，我们不要人家讲的时候我们也跟着传啊。公理人全全全哈，不要乱传。你还没确定的事情，不要乱传啊！先回来跟弟子请示啊，问一下哈，这个厘清这个啊，厘清这个事实真相哈，我们就不会造成这个妄语的哈。这个部分会影响到我们啊身心的清净啊。好，接下来第四点，就是三宝修持是扫除妄心最好的法宝啊。回归到，刚刚我们从水结晶里面啊，水结晶里面啊，有讲说啊，我们这个念佛，它的让水结晶很漂亮啊，就是五字真言念佛啊，这五字真言里面有弥勒祖师的一些弥勒祖师的啊这个圣号啊，那我们送这个弥勒救苦真经。啊，也能够净化水，当然也能够净化我们的心啊。那以前我们点燃师啊，也有讲说，以前陈国清讲师说，他送那个陶渊明圣经啊，就有关老爷来护法啊。那他带来送那个普门品嘛啊，啊普门品就有那个观世音菩萨来护法啊。那我们浏览师有很多护法啊，因为他送很多经啊，所以说我们。诵经也有这种好处的啊，诵经就是真经啊。当然，我们这个有护法神啊，啊，当然这个部分首权啊，当很多像水结晶那个部分是在分别相里面啊。那我们首权之后就没有分别相啊，没有分别相之后，当然就是啊，不会流浪生死啊。没有分别心，你就回归，就不会受啊五行阴阳的影响。那当然，首先是治本啊，我们一定首先我们功力好的话，就拉首先守到功力纯熟的时候，真人现身，那就是你的啊如来本性啊。首先是要治本，其他这个部分是净化治标啊。所以说，我们三宝弟子啊，三宝我们看到弟子啊，跟这个三宝修持。是最适合的啊！老师教我们最上乘的大法，对我们这个净化啊，净化水啊，
静啊息。当然是说，大家如果手学手在好，学到如如不动，外向都不会受到影响，就是我们修行的境界嘛。啊，就是修为先好这样子，如如不动。啊，当然那个外在的什么痛苦烦恼，你都不会影响，因为你修到如如不动啊。但是我们还没有办法，那当然就是我们就要净化我们的身心啊。那当然这个用五字真言啊，五字真言，一个就五真经。是我们三宝修持里面，大家都知道啊。现在就是大家知道，就是他要用功了啊。为什么说修养是用有用，或许用没用，就是功力了啊。功力或许太差，就是需要加强功力啊。所以说这个部分，每个人你的功力用得好，功夫用得深，自然你就能够受用啊，就不会被说啊奇怪，怎么外面那么乱啊？人家说外面乱，哎，你心安静。你心安定，他不会困扰到我，是不是很好？对不对？我们，你外面乱，你也不要跟着乱。我们自己安定的话，你那个部分，那个部分当下就是简单的啊。好，那个我们身心清净啊，就是佛这个佛法相很好啊。我们身心清净，这个法相。啊，我们修行就是回复清净的本体了哈。修行啊，像我们这个弥勒祖师那种下拍法哈，这个那我们身心清净，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回复啊赤子之心的哈，快快乐乐那个赤子之心啊，清净的本体了哈。那今天或许啊就学讲到这边哈，那个身心清净啊，希望。亲友班能够带给大家啊，快快乐乐啊，能够把这个身心经济能够受用啊。那后期讲不圆满的地方，后期我先从慈悲智慧，请讲师补充成全啊，谢谢大家。休息一下啊，上个厕所，好，那我们再回到佛堂，好吗？好，谢谢。